许多韩团都会来台举办演唱会，而台湾主办方为了防止黄牛，从多年前就严格实施抢票先答题的机制。因为这样，许多粉丝在抢票前都会事先做功课。而鉴于这个机制也在韩网上引起讨论，期间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布一篇希望韩国也引进的台湾售票方式，文中提到在台湾的售票网购票前都一定要先答对艺人的相关题目才能进到选座位的画面。但看到文章的韩国网友们纷纷赞叹这个机制很不错，希望韩国也可以引进。跟输入验证码比起来，出题真的比较好，前排位置就是要让真粉买才对。